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今天要在组里面干一件非常非常缺德的事情。我之前在上一个组，有些演员他们恶搞我，给我吃了一个薯片，非常的辣，这个能辣到喷火的那种。然后我了解到，这个薯片是日本产的。我代购到了，等了一个多星期。主角登场。但是为了不让他们发现，我把包装换了。换成了这个乐事的新口味。我会告诉大家，这是乐事产的啊，刚卖新口味，你没吃过的辣白菜味。他们应该会上当吧，我们拭目以待。我现在准备去恶搞第一个对象，我们这部戏的女主宋亚明，现在正在里面看通告。这个乐事新口味蛮好吃的。哎，吃一片，一片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我咽下去了，什么感觉？咽下去。好，好啦。有点傻了，感觉。眼冒金星。想流眼泪。我们待会儿去恶搞其他人行吗？重死他。OK。好嘞。现在宋伊人已经被成功的策反了。他现在很好吃的，一点都不。他现在是我们的人，我们要去恶搞下一个对象。臭屁味儿！不是，这鸡翅那个味儿超级好吃。那他在录什么？他没录，他没有。很辣吗？不辣。你吃不能吃辣吗？不是，你看他开始跟那小小的样子。好了，吃完了，走了。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走了，拜拜。拜拜，没什么感觉，咽下去。你别吃了，你吃了几片啊？假冒伪劣。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不没有意思。谁把口？那我吃明天。别演了。乐事的新口味，我们特别好吃。这口什么味啊？哇，好辣！天哪！这么辣，真吃不了！我他妈，你都没吃，你吃了俩。导演现在辣的，晕倒，我这导演在找什么？导演口香糖。导演真的很给面子，可算换衣服去吧，可算恶搞到了。好辣啊！不辣，还行，不辣，不辣，还行吧。你往你咽下去。哦，你要拍每个人拍哦，太辣了！给我拍，你别躲，哈哈哈哈，别跑呀！啊，别跑！很辣，很辣！别吐，别吐，我们导演都吃了，太辣了，耳朵都红了。现在说话，现在说话。乐事薯片，这新口味，少吃点，少吃。我完了。你再尝一个，妈，你弄到了。吃，接着吃啊！别咽那么快，多嚼点。干嘛？哈哈哈哈哈！二哥，我们集体围殴他了，刚才都是一件事情。他抓了一大把。内部的，你要不内部的，真好吃。这是口味。干嘛？你录干嘛？我感觉有点不敢吃呢，我都快。可以吗？挺好吃，香。这个对外没有卖的，是内部我们刚拿的内部并不是新口味试吃的。那咽下去。瞎啥呀？这没有他们最新口味，买来就这样。不可能，记住这款，那买下来。今天的整蛊非常的成功，希望以后能做一些更多有意思的视频给大家啊，就是在生活方面呢，我有时间的话会尽量安排的。那在视频最后呢，我自己也再试一试吧，真的是很辣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
我现在脸非常的烧，非常的红。感谢大家观看我们这期的视频，拜拜。